从小在这边长大，那在读那个在读初中以前呢，就是台北县内湖乡，啊、哦，叫内湖哈、哦。那读初中以后的话，就变成台北市内湖区，啊、哦、啊，内湖区以后啊退休了以后又搬到新北市哦，所以我统称呢，我人家说你哪里人啊，我是大台北人。台北县啊，台北市啊，啊，那个新北区啊，新北市啊，所以呢，我是大台北人啊，所以这个整个的区域，那因为搬离了这个的区域了以后，那在这个地，我原来住的地方，哎、欸，以前到底是怎样的话，那因为我经常会跟各位一样呢，出去外面去人家那个老街导览啊，那一些老师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的地方的这些的特色也很不错啊。那我想说，我住的地方，有些人住的地方，那我会去分享给其他不知道的人。所以呢，我就会去整理所有的以前的内湖的所有的资料。所以在那个《建罗清史》的内湖发展史里面，就会把所有的过去内湖的所有的资料，我就一天发一篇，一天发一篇。那现在连续好几年的话，就觉得有些资料大部分都整理的差不多了。那所以你就会可以去查以前这里地方是怎样啊。好，那来先介绍一下内湖哦。